郭富城呢日出席电影《无双》嘅谢票活动，提到电影喺香港嘅票房即将突破3000万，成成都好开心啊！但系另一位男主角发哥呢日就冇出席喎。发哥就是清宫啊，发哥在北京，因为我们都忙着别的事情咯，然后所以我觉得，希望日后让我来请客啦。提到发哥早前在北京的慰劳宴上面就向工作人员派美金利是，咁成成应该都有啲表示先得。请他们吃饭，我没有那么多钱啦，我哪里有那么多钱？我都是很便宜的演员啊，都是非常很值的演员啊，所以我觉得我跟他们请他们吃饭，我觉得就够了。我哪里派钱？没有派钱，你来派啊。影帝果然是影帝啊！